Hello，好久不见，我是范范。想要在这边呢，再次很诚心的跟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《Canon》这部电影。那我觉得这也是我近期这个走进戏院看过最热血，然后觉得最心里面充满能量的一部片。当时我进戏院的时候，我没有抱着任何的期待，然后就觉得是棒球电影嘛。看完的时候，走出戏院，我心里面充满了满满的能量。然后我觉得这部片真的给了我好大好大的正面的鼓励。お前たちは勝ったんだぞ。最後の挨拶をしてこい。全く勝てなかったこのチームがたった1年で生まれ変わり、あっという間に強豪を次々と打ち破り、見事全総優勝を果たしました。所以希望有机会大家都一定要跟范范一样走进戏院支持卡农。阿达先生，甲子園に行って台湾の農民たちのために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絶対に甲子園で優勝してきます。大家好，我是黑人陈念洲，我要推荐卡农这部电影给大家，因为这部电影确实也帮助了我们球队。在最近的季后赛，然后有打出更多不一样团结的那种凝聚力。就像我们打篮球，现在也是伤兵累累，自己一对一守不住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有队友在后面来帮助协防，这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真正的生活当中。当然也很鼓励很多父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进戏院来看看卡农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教材。用运动来改变自己的生命，诚挚的推荐大家《卡农》这部电影，真的是我近期看过台湾最棒、最热血的电影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！我们原本不是自己的，我们たちは台湾のカノだ！負けられます。絶対に大丈夫です。負けられないと思うよ。Yeah.